对于女星，如今的片酬也是一个比一个高，此前还有上亿的情况，简直就是天价了，尤其是国内女星要高额片酬的事情，也是经常会发生。这是一线女星的片酬排行榜，看得到其中迪丽热巴的片酬也是高达了8000万以上的金额，其中都是如今正在热播中的电视剧，其中很多人都表示不公平，有人表示高得太离谱了。不过比较可惜的是，作为神仙姐姐的刘亦菲居然都没有登上榜，反倒被迪丽热巴的后起之秀压了下去，其中还有景甜、唐嫣、马思纯、倪妮、古力娜扎都是和刘亦菲差不多的片酬价格。热巴的片酬还真是让人没有想到呢，看来是要成为下一个杨幂的节奏啊，如今就已经是不相上下。对此，作为看客的你，怎么说呢？欢迎点评哦。